要讲一个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大家晚安。其实今天铁花村有两个都是寿星，一个是我的吉他手阿兵，还有一个老旺，对，他们都是同一天的生日，生日快乐。是你刚刚弹错了，应该是要弹。这个麦好像有点，给它高了一点哈。好，大家晚安。很开心你们没有离开。我刚才在想，我在后面一直在想，哎，等一下会不会走了一大半的人？对呀、所以 ，OK， 接下来下半段是由我，我叫西子，我是台湾族跟阿美族的。原住民的混血儿，然后我今天会带来一些阿美族的歌，很可惜因为我不会讲台湾族的语言，对，所以我会唱阿美族的歌啊。那首先带来一首那个很多年前呢，我曾在新疆待过一段时间，那这首歌其实对我意义很重要，所以我把它当作是一个开场的一首歌，《草原之夜》。Thank you.
巧言之言，对。好，这首歌唱完了以后呢，就会有力量，因为我都喜欢把它当作是我的第一首歌的开场，对。第二首是一个很好的姐妹做的一首歌，《美人山》。怀里，就算是地老天荒，就算是海枯石烂，爱人，就算是天崩地裂，就算是末日世界，爱人，时时刻刻与相偎相依，纷纷扰扰与你一起度过，爱人，爱人，爱人。相偎相依，纷纷扰扰与你一起度过。
其实啊，唱了很多场，说真的，还是会紧张。说不紧张的是骗人的，对。所以，哎，阿斌怎么都没说话，受心了你今天。因为我都蛮低调的啦。今天第一次在这么多人前面说生日快乐。真的吗？有点不太习惯。好的，那我应该要献一首生日歌给你。没有人献花还是献果之类的吗？不是献花啦，不是献果。OK， 好，我们接着唱。阿妹组的，哎，对，是吗？哦，情人的眼泪不是阿妹组了哦，那是国语歌。OK， 情人的眼泪，相信跟我同个年代的人应该都听过这首歌，《情人的眼泪》。对，哎，年轻好像也很多人改版唱这首吗？阿斌应该你也会唱啦，好，情人的眼泪，就是因为歌声不好所以才弹吉他而已，是哈，等一下你们就会听到他的歌声了，有机会的。 OK，
要忘了我今生深入海。对，对不起，我们两个完全是状况。然后再来，大概有下三首呢，大概都是我们的部落情歌。因为我对部落情歌就是非常的有感觉，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说，就在我的歌单里面呢就参加了几首的部落情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OK。刚刚那首好像没有嘛，哦，想要告诉你，我
谢谢。听这首歌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有感觉哦？其实刚刚的那个唱腔呢，有一点是在模仿那个怎么说？因为部落很多人都会这样唱歌啊，就不该转的也转了。可是我转的好辛苦，因为要呈现部落的感觉，所以就必须要这么唱。对，好，还有另外一首，好，这个是一个大姐指定要对要点的一首歌，所以我今天把它练起来了，本来没有在我的歌单里面。好，那是吗？哦，好，所以。听到的那个大姐自己站起来哈、哦，给我掌声鼓励一下，因为今天为了你，这首歌是临时插进来。对，她说她很想听部落的感觉的歌，所以我唱了这个《相见又别离》。我说真的没事，我没哭，哭的应该是那个大姐吧？对，
这首歌其实很难唱，要唱出部落的感觉，真的哦。好，你喜欢就好，谢谢。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大缺点的，为什么？好，其实以前的歌啊，歌词很坦白，我不知道底下观众听了觉得是不是很直接的一首歌。对，情歌唱完了吗 ？OK， 好，部落情歌唱完了，接着一首阿美族的，也是一个朋友做的，他叫阿怒，他的创作，阿美族的一个歌手，他是住在港口那里，很棒的一首歌。他的大意大概是说，阿美族的祖先叫拿高跟斯拉，那就是最早期呢，是他们就是由他们来。带领着阿美族的子子孙孙这样子，在花莲港口那个地方吧，我记得，就是这首歌真的很棒。
长人路米大金那个哇其实那可不可以的人路米大美主的祖先，阿斌，你今天都没讲话了。就像我刚刚所说的，吉他手通常都比较低调一点，尤其是遇到生日的时候。好，对。因为通常生日都要请客的，对。是吗？往年每次只要一生日，我都出去将近快一块钱。那我怎么都是请别人的呢？好奇怪，我生日从来没人请过我。没有啦，就以前怎么讲？以前有那个做两份工作了，所以比较那个，觉得开心嘛，一年一次，所以比较，想说开心就好。所以你的意思说，等一下要请我们花个10000块的，是吗？大家今天太多人了啦，就，是吧？好，有拍手的都留下来哦，10000块，有听到哈？他说的，可以喝水吗？刚好像有人讲说要吃姜母鸭之类的哦。好，这首歌其实，好了，我应该是很会被平安的度过今天。其实这首歌呢，我不是很爱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每次唱这首歌，会想念妈妈，因为妈妈不在了，所以，那这首歌呢，又刚好是写给妈妈不在的歌，所以。对，这是一个朋友的歌，他叫阿德，他也不在人世了，是吧？杰任，杰任今天没讲话，我们的音乐总监郑杰任，我介绍一下，也许他坐在底下，没有人看到他，因为对你为什么要坐那么低呢？我不了解。其实老师今天是临时被对被我拉上来的，对，而他很厉害，对，什么歌都难不倒他，是吧，杰任？谢谢你，杰任愿意帮我打鼓。我刚跪下来拜托的，你在后面，不然他还不愿意帮我弹。应该是事后有什么姜母鸭之类的吧。所以好，这首歌以前我常常唱，我很久没唱了。因为唱这首歌，我就会想到妈妈，就会哭。
然后这首歌呢，有人强迫我一定要唱，就是他，因为很好听，他喜欢听，感动，对。所以，虽然我不是唱的人，我在旁边听的都觉得，每次那万一他们没有感动怎么办呢？他自己挤眼泪这样。好，我就请他们喝水啊。没有啦，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，很感动的歌曲，尤其是像我今天生日嘛，然后其实我就会想到我的妈妈这样，对，然后好，可是你的妈妈还在啊？不是啦，那种感觉就是，因为我自己从高中开始就是离开家里面，就很少跟父母亲在一起，对，所以其实我很羡慕现在还有爸爸妈妈的人，真的要把握当下。好好陪自己的父母亲，不管再怎么的忙，还是陪他们吃个饭，打个电话。对，我的遗憾是以前很少陪妈妈，只能这首歌陪着她，摇篮曲。蓝地歌。
对不起，还是过不了。叫你不要唱这首歌。好感动哦。好，没事，继续唱歌。没事，想念妈妈，真的很想念她。对。你看底下的人一直在擤鼻涕呢。好。感觉妈妈在身边，所以特别难过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太久没有唱这首歌了，然后其实很不愿意唱这首歌，因为每次唱每次哭。对，啊，我们还有歌吗？我们应该是有，还有两首。啊，是吗？逝去的爱。好。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，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。 Love i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了云，随风飘去无踪影。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灵，创伤早已无痕迹。虽然过去你也对我表示过真情意，也曾对你许下诺言，今生我永不移。
那首歌排的真不好，为什么那么难过的歌接用一个难过的歌？好，这首歌呢是我一跟我的吉他手呢有合唱的，合唱的比较多的部分呢，至少还有你，至少还有你了哦，不然谁来帮我弹吉他？OK， 阿斌是一个很棒的吉他手啊，我先介绍他好了。他本身是一个吉他老师，那在俊生乐曲行乐曲行哦，南港。对，那每次念都很难念。是，所以他在有在说收缩收学生。对，很紧张哎，要结束还那么紧张。自己讲嘛，其实没关系，我一直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，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吉他手。是吗？很难。去练了一家家，他叫阿斌。那如果有想要学吉他的人呢，可以找阿斌来，对，教导一下，是吧？那我呢，那就不用。其实我刚刚很感动，是我这边要讲我自己，我叫西子。那我本身在正气路，可以吗？杰任，这样算广告吗？正气路359号，在金方冰城的对面有一个民族风的服饰店，是我本人开的。那今天很感动，其实我在那边开店呢，认识了很多的朋友，然后最有感觉的大概就是现在在座的前面有两位，他们是从嘉义吧？对，他们原本是到我的服饰店来购买我们家的服饰，然后就这样一直我们变得好朋友。我刚刚看到他的时候我很感动，而且我竟然不是啊，这是我竟然掉眼泪了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今天突然会出现，就是你们的来到是让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力量，谢谢，也谢谢所有的朋友，其实都很感动，你们都在这里一直听着我唱歌。好，至少还有你们 ，OK。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，值得我去珍惜。
消息，伤心的字，我总记得在哪里。我们好不容易，我们身不由己。我怕时间太快，不够将你看仔细。我怕时间太慢，日夜担心。值得我去珍惜，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找新的字我总记得在哪里，在哪里，在哪里，敲钟呢？我们还没到时间嘛。哎，我哥阿斌，你不要这样，我都还没有讲，那是最后一首，所以还有最后一首。他们没有喊 uncle， 我们自己，然后老外也没敲钟，所以我们继续唱。我们的 uncle 有十首啦。啊。OK。是有什么特别来宾之类的，是不是？老外连都来了。对，我的澳洲朋友不知道在哪里，应该是还没有到，所以。他叫我一定要等他，一定要等他。可是这样看来，应该是还没到。他从澳洲好飞到台湾，飞了10个小时到台北，再坐高铁到高雄，然后再从高雄再坐火车来。哎，到现在 还好吗？蛮近的，还好啦，还好。是啊、哦，没事。那我就真的没办法等到他了。那我就唱这个最后一首歌，也是阿妹子的一首歌，叫《日出》。东方，那这首歌，什么 key 啊？一，其实这首歌呢，好，要讲到妈妈了。其实这首歌是妈妈教的，她的大意是在说，以前我们都在外地工作，那只是叮咛她的孩子，在外工作的时候，要自己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，然后保重自己的身体。他歌词很简单，那他的小孩也相对的回应他的父母亲说，那你们在家乡也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，那不要太想念我的身体。对，我是直接翻过来的，阿妹族的那个文字很可爱。对，所以就是保重自己的意思。对，好，日出东方。
sa do sa ku cita.大家回到最后，谢谢各位，晚安。然后路上开车要小心哦，对，有喝酒的不要酒驾。OK， 谢谢。好的，我们再一次谢谢上半场的黄格引琳拉，还有下半场的西子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就到这边下课。回去之后再一次确认大家的所携带行李。那如果你手边呢有空杯子、空瓶子的朋友，再帮我们拿到我们刚购买饮料的侧边吧台，谢谢大家。明天的话呢，会有詹姆士医疗团队以及巴赖的演出，欢迎大家明天有空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来听花村。谢谢大家，晚安。